我觉得你姑娘在挑衅你。为啥呀？她能跑。她是在替我干活，你这眼睛里怎么看不到好事儿呢？真事儿的。你是不是在挑衅你妈？没有，我要完成我的小心愿，就是我过生日的时候，我得多做家务活。你听见没？老会套路俺俩了。啥发型啊？你干什么呢？还是你在干。他今天就在家就干了，烦人了。姐问完了，哎，你兄弟来了呢。这两天跟他姑娘玩植物大战僵尸，学僵尸呢。哎，僵尸学。哎，好吓人，晚上做个梦。他哈，以前在网吧的时候就是游戏专家，一整给下外挂啥的，啥都整。无限阳光。那不就是老六吗？这两天吧，就他姑娘表现好。说这个每天可以玩一会儿电脑啊，给整个植物大战僵尸，再给下外挂。然后我姐夫学僵尸。那个儿子呢？能过了啊，没你难。哎呀，说话不算数。20分钟啊，差点。想玩植物大战僵尸过关，我能过了吗？20分钟不到，下外挂。我能过。我怀孕的时候就玩大战僵尸。你都没有他快了。我用了10个月时间玩的。我开挂了，得有快。你那是老六，你这是游戏不正当行为。你跟他犟不了。爸爸，你怎么把我植物大战僵尸重启了？我没重启。我啥都用不了了呢，就一个花啊，真无语。你为啥不存档啊？这你们一二三你没整，哎呦，自己没选明白还赖我。哎呀，等会儿给你吹吹头发啊，洗洗嘴。我看好多网友拿俏俏跟萌萌比较，说他俩谁到底有心眼。每个人都有心眼，只要不是坏心眼就行。其实俏俏，你别瞅的感觉没啥心眼，老有心眼了。这不是要过生日了吗？人家不念烟不干啥的，把这个愿望直接贴门上让你瞅。你说你是给他买还是不给他买呢？我怎么感觉你这是干什么听的？不是，生日10个小愿望，看完了吧？好了，就你完成了，我都没看清，看这小姨有没有心呢？反正我们家俏俏她要求也不高。小姨没心，就小姨有点缺心眼儿。他俩有心眼儿，我没心眼儿。实现愿望来了吧？爸，你快进来吧，你快点吧。哎妈呀，有人救我了！你看，爸，俏俏生日10个愿望写这儿了，看了吗？你认识字吗？我认识，但看不清啊。10个小愿望，爸，你完成了。好了，你看你看见了。把这个纸，要不然你拍个照留下，完到时候帮实现一下。我开玩笑呢，别当真。拍一下看看。啊，你来干啥来了？我找俏俏，他的快递没到啊，我今天就把他退了吧，一直不到，退了让他再重拍一个。不光是大人家，孩子也是收快递收不到都是一个态度呀。咱爸给萌萌俏俏一人买了个小礼物，结果萌萌的到了，俏俏的走了10多天，到现在没到，天天在这等盼着呢。现在哈，这个快递在长春往人发5天了，到现在没到。那个应该是丢了。对，你刚才看这个是升级版的，一开始没这么多，刚开始在这贴了的，说要一个小麻薯，小麻薯的胶带10卷，128元。那天拿我手机逛网店看见了，就让我给他买。结果这不是看刚才家里来人了吗？他把这纸撕了，重新写的贴那张。哎呦天哪！你没心眼吗？你干啥？我买条裤子，19.9，100多的，小，算瘦。换呗。再要个号。啊，那你就换货就行。换货就行。哎呀，我爸最近奢侈一把，自己买100元以上的裤子了。不行啊，买便宜爱干呢。这个字是俏自己写的吗？对呀、啊，我还以为打印上的，写字还行啊。写得好看。嗯，这个我学会了，回家我也告诉我姑娘写了。等啥时候你们去了好贴墙呢？我再等大点的。对，你让我眼睛能看着了。我是刚才拍到手机里了。我放大了才能看。你去我都收起来，我就等他去了。那这个你看了吗？毕竟你载走啊，帮忙实现。我都不认字，他写那个字我都看不出来，都不知道写的是啥。他写这个是什么文？甲骨文呢？从来不低调吧，虽然两口子。